宋爷爷越来越严了。今天盛熙一母跟宋爷爷一起录制日记，宋宝看着害羞腼腆的吴宝直接开大，带着一母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如此豪放不羁的社牛宋，你还记得当初社恐到领奖两手冒汗吃饭，只知道夹菜的场景吗？这期的视频宋爷爷更新了Ruibao Huibao竹笋升级三连，第一连宋爷爷给Ruibao Huibao带来了新鲜的竹笋，只见竹笋已经被刀切开，两小只吃的嘎嘣脆，看得出来是非常喜欢。第二连宋爷爷在那场发现了作为装点的矮竹丛中长出了竹笋，这发现也是喜出望外。灰宝看见了直接开启自助模式，伸出小爪就准备要把笋拔地而起，灰宝使出了牛劲儿也最终功亏一篑。最后宋爷爷把这个笋拔了下来给了瑞宝当点心。第三连宋爷爷送上了笋 plus， 两小只看到这样的大笋笋，体内的洪荒血脉立马觉醒，抱住笋笋就开包，都不用老师教，只见两小只三两下就把笋皮包掉了，不得不说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。这行云流水的操作真的很难想象是新手上路，大脑袋瓜里全是智慧，太聪明了。